咱们来看这把比赛啊，观战方是吧，别看名字很挫是吧，但是观战方的一个输出的话，我保守估计啊，应该就在个小四千啊。咱们看一下观战方的一个这个林伯成啊，他的一个胜率真的是达到了一个100%啊。对战方这个玩家的话，也是我经常比较喜欢看他比赛的一个玩家哈、啊。可以说对战方就已经很强了，看到了吗？观战方利用自身的一个高速，直接一手小连环是吧，放倒对战方的一个人。你这种速度，这种伤害，直接去点杀对战方，对战方根本没得跑，对战方配速拉起来，直接出虚弥。观战方在浪涌补掉你的一个杂七杂八的这种小卡拉米宝宝，你看对战方从开局到现在直接是被观战方压得有点喘不过气啊。对战方宝宝都很慌啊，碰到这样的林伯成的话，对战方直接选择了宝宝防御。这个孩子观战方选择用破碎去打他的蓝，对战方拉起来，哎呦，运气还不是很好，对战方的一个伤害也很高。对战方这个寻思用这个孩子玩个尸体战啊，没想到被观战方完美的拿捏了啊。观战方有一手速度优势啊，这样的话观战方是可以先天的去点杀对战方的一个人啊，对战方就很无奈啊，只能就是说被点杀。再来破碎，破碎能破碎4000血，还有在补掉对战方的一个宝宝，对战方这种硬件在观战方的一个眼里哈、啊，只活了3分钟啊。